我知道我还会后悔，去找他，还有五秒。辞职了，点不了了。他们居然要我跟鲨鱼接吻，有什么区别？我是美人鱼哎。还好我走之前又扯了好多孩子。 太多海藻会缠住波塞冬的尾巴。阿迪克，你快看，它生珍珠了耶！白蝶被死后才会开壳。 我是 AI Arctic， 它是蔡梅。 一条假的美人鱼。人类的感情总是来得匪夷所思，即使有水深，也不可能会长膝盖。 什么？这些都是我爸爸留下的东西。你怎么会有？钱宁叔叔给我的。 海底人猜想。什么？目前没有人能够下潜到海底10000米，但是有发现过一些 USO， 其水平远超当时的潜水艇。真的有美人鱼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但你父亲相信。岂止是相信。Arctic， 我生日你想好怎么过了吗？不妙。 亚特兰蒂斯在南极洲底，冰冷的海水都被洋流隔绝在外。那里的海水是天空、地壳，并成陆地。水下50米开始，没有任何生命迹象，直到潜入深海。那里珊瑚礁构成了一片海底雨林，生物多患有惧大症。 是智商很高的群居动物。这些斑点是什么？海底人患有白化病，青面獠牙，眼球大小是我们的数倍。海神庙、狼牙台、红树林。 到底在哪里？你告诉我嘛！哎，西海岸现一直开，那栋蓝房子，不过早就废弃了。我可没钥匙啊。爸爸就在这里工作哎。对。是很美。我们以后也搬到这里来吧。我们盖一栋粉色的房子，在山的另一边。 你辞职了，哪来的钱？你可不可以闭嘴啊！
你不害怕？我早就认得这儿。小梅，夏洛，我入侵了这里的系统，这里有蔡汪洋的电脑。Take。蓝脑计划，鲸鱼社会属性调查，居然还 boss 在这里。我可以把他们都下载了带回去。你知道父亲是什么吗？父亲把孩子生下来就会离开，老死不相往来，死了变成一堆灰，你扔了也不是，埋了也不是，就搁家里天天望着。活着的人记挂，死了的人一了百了。确实是个很烂的东西。你懂什么？他海难死的，他又不是故意的。他从离开家那天就死了。对啊，他死很久了。你要习惯，没有人会永远陪着你。你会啊。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，请你要回是我修复车去找。你要在里面泡多久？皮肤沾到海藻会烂掉。为什么现在我不能忍受每时每刻和你待在一起了。我好像爱上你了，而且对不起。下有一个晚风吹拂着你，在我他爱上了我。你的秀发蓬松缠绕着我，随风摆动，月亮挂在心。
科技的未来是什么？永不衰老的大脑，大脑发达，人类的寿命就会被无限的延长。大家请看，本人20年脑科学研究最新版健脑丸，今天以首发的价格全面发售。 他已经逃出去了，现在可能在互联网的任何一个角落。这个已经没用了。为什么要回收他？我没回收他，是他自己跑的。你们怎么了，钱叔叔？你怎么做出来的？ 为什么有时候我觉得他那么熟悉，又真实，就好像我随时能感受到他在看我？小梅，你……Arctic的程序里写入了一段人的记忆。 我爱上了他，我开始怀疑，这是属于蔡王阳的记忆，还是属于我的隐身的爱情？ 请您告诉我，我不是死而复生，是意识尚在，意识也会死亡吗？
的故事。